AI 的养语序，以 GPT GNFT 的下一 Key Trend 的趋势与人资的连结为例。前言，近期的数位科技，尤其是 AI GPT 含聊天、对谈文案、简报影片及图像等应用，例如 ChatGPT、Midjourney、Bing、Bard 及 Copilot 等平台的推出，在商业市场及落地的应用就兴起了不少的讨论及话题。就像前几天 Microsoft 微软推出的 Copilot 可以应用 AI 整合原有 Word、PowerPoint、Excel 及 Team 软体等所产生的文书、简报、计算器及视讯会议为文案分析报告，并进而提供建议以供决策所需。当我在教室示范 Copilot 的功能时，眼见下面的学员出现两种反差极大的表情，此时我请问了一下面有喜色的学员，以三个字用谐音形容一下 Copilot， 他的回答是酷毙了。当下我也请另一位面有难色的学员反馈一下，另以三个字用谐音形容一下 Copilot， 他的回答是酷霸咯。台语发音，可以想象得到的是，科技对于乐观的人看到的是机会来了，可以善加利用，但相对的，对于另一种存着防御心态的人，想到的是威胁来了，被取代性大增。时值三月底了，凤凰花开，毕业潮的来到，也是各行各业征求人才的时机。所以对于虚才恐急的企业来说，在人口红利变少及出生率下降的情况下，不管是校园的联合招募或是单独的校园征才，都可看到不少企业使出浑身解数的想吸纳企业所需的人力资源。在科技的使用效率增加及人力资源供给的数量变少的情况下，此时如何适时适量的选用人才似乎有益于以往的思考方向。在此我们就以人工智慧 AI 目前可能的发展及未来可能需求的人才背景，以所谓的知己知彼来个初探 AI 人工智慧的功能之彼。 AI 人工智慧的功能当然在不同的领域各有不同的发展进度。以最近较热门的话题为例，或许以网络的热度而言，目前蹭得火热的不外是 OpenAI 所推出的 ChatGPT、 Bing 及 Midjourney 等的话题热度较高。 AI 人工智慧这波的东风是否来了？以功能面而言，风势是否够大可以形成气候？还记得这段期间由于作者发表了一些着作，有些媒体朋友前来访谈聊聊，也就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因为聊到最近国人纷纷出国赏樱，所以当下使用 ChatGPT 以樱花为例，请其产生七言句，也就在输入字句的当下，荧幕乍然而现一首令人读来有感觉的七言句：春风樱花娇艳，占满园桃李竞相争，明年桉树芳菲盛，几许人间见此情，春暖花开心意畅，往事如烟消散空，欲寻桃李花下客，樱花飘落梦中行。上述词句出现的顿时，记者们除了惊讶之外，也兴起了把词句贴上 Midjourney 生成图像。同样的，不消几秒钟，以下的图像出现了，如同作者上篇的文章提及，个人的感受没有答案的对与错，而来自身的感知兑现与否。不知读者您对上例七言句的词句与下图的感知是否有被 AI 兑现？但由当天现场我所观察到的情景是，平常对于文字及图像有一定要求水准地记者们的表情，作者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心中有一种复杂心境，或许另有人想试一下更深层的内容。例如作者上一篇文章也提及，不需知道为什么，但要知道什么。套用这句话，作者实验了一下以前阵子非常火热但趋势变缓的 NFT Non-Fungible Token， 又称为非同质化代币，及目前火热的 ChatGPT 为实验。作者试了一下用 ChatGPT 写一篇文稿，比较 ChatGPT 与 NFT 商业模式的异同。同样的，不消几秒钟的时间，一篇作者认为已经涵盖一些因素，例如商业模式及技术应用的可参考性文案也出现眼前，为更深一层的评估其推理力 Reasoning Mechanism， 作者现役本身所知以商业模式九宫格分析分别画出 ChatGPT 与 NFT 商业模式，再请 ChatGPT 以商业模式九宫格分析分别画出 ChatGPT 与 NFT 商业模式，如下简表一至简表四。您认为哪些是作者产生，哪些是 ChatGPT 产生？乍看之下
如果不再做深层的评估，似乎参考性还有那么一点类似。人的技能与智能之谊，就如同工业革命，机器效率取代了人工劳动体力，电脑革命部分协助了人的作业能力，这一波的人工智慧，又有人担心要取代了脑力革命。我常引用一个例子，就如同再过一个多月，520又快到了。情人们都常以520加1314的谐音来代表我爱你一生一世。通常学校会教授学生的计算能力，从简单的加减到较复杂的乘除，而且透过累积且重复的练习来加强其技能。但今天我们来做个实验，当您学会了手算13×14=182的情况下，我请您计算520×1314时，您会用手算还是拿出手机简易的计算机，以被手机的功能取代了来计算520×1314等于？应该多数人会用手机的功能来计算520×1314=683280来协助人们早已学会的技能吧。当技能几学会并使用功能工具来增加效率时，其所适用的场域就要取决于个人的智能了。智慧能力，有智慧能力的人可以整合多项技能，并视情境或场域的不同而是以最佳的方案。同样的，这波的人工智慧即是以人工智慧的 Transformer 技术，以多维的特征力配合多形态的数位资料或资讯加以演算，并推导出在最适情况下的最佳组合或方案来回答您的问题。而这种思维模式即是部分仿造人类的神经网络思维模式而生。所以看官们，您知己了吗？以人工智慧的有效性的关键因子在于养而助其形成智能，也就如同以前资讯科学所说的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将错误的资料输入电脑，其输出的结果也必然是错误。同样的原则在人工智慧的领域也是一样。所以人工智慧所产生智能有效性，要靠有智能的人来大量的养以维持并增强其智能。而有智能的人才是多面向且要有深度的，所以需培养跨域且经过长时间历练的人才。二， AI 取靠技能，取的关键在专业的养成，求取反应的速度及效度灵魂犹在而非灵魂。当人工智慧的东风来了，成了气候，并协助处理部分人类的工作了，那原有人力的再训练或下一波人力需求的规划在哪？作者以设计工作内容为例，当一本绘本的产生，原本需要文思的投入、文稿的撰写及插画等三种不同领域的人来产生时，如果绘本作者本身以自己的设计理念来取 AI 并进而产生心思所向，且不需其他人代工或减少需费力与他人沟通的障碍，岂不更有自己原创性的灵魂？另一种是专业的 AI 取顾问养成，以理财规划顾问为例，现在的理财顾问有些是理财顾问的专业搭配理财机器人来形成理财服务，未来的理财顾问当 AI 理财更具效能后，那原有的理财顾问有更多的时间来培养其他专业技能，例如品酒、收藏、税务及旅游等，更能提供投资人多项服务。这种搭配科技所形成的利人利己价值，不也是一种科技始终来自人性的理念？速度有了，温度及热度呢？灵魂与灵魂，科技与人性。前一阵子 Blackpink 在高雄创造了90,000人潮，散场时久久不散，直到晚上12点才曲终人散。同样的，专业接地落地及服务的心没有距离，又如何善用人机界面或营造温情相见？在适当的评估及权衡下，各有自己的思绪及策略。人类善用科技是灵魂还是灵魂？越来越混了，混念成注音成四声混，或注音成三声混，看官们您自己选。本文作者罗天一博士，台科大兼任副教授，东吴大学法研所科法组自安班进修中。